我们现在是在进行同学会的狼烟的释放，位置在三重的黄河南路，靠近河堤，眺望台北市。都可以。哦。问牛也可以。天竺鼠啊。天竺鼠有二七彩。三彩夹叶子打超准。昨天神圣，以及我的祖灵们，以及在场参加释放狼烟的诸位祖先，我是李正龙，原住民的名字是。那属于哪？大家讲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祈求是这样子啊。应该一开始要把它缝起来才对。一二三四个下来。没有啊，你现在你也进来啊？哎，进来不错。没关系啊，欢迎拍照。好。